这些梵高的浓烈色彩，毕加索的奔放线条与莫奈的和谐光影，都来自惠州传统民俗艺术龙门龙吟画。它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农耕记忆，让田野山间长出一座民间卢浮宫。 过海心山更爱山水哟，每个山河乱世差呀。哟，真好听哈！这一幅画呢，就是剪自我们本土的客家山歌、客家文化，用一首山歌来创作一幅龙门龙门画。 既有传统文化，也有我们农民画作品两个方面相结合在一开的，有一个二维码，可以观众可以扫二维码，这可以听山歌，听到山歌啊，听山歌，哦，真的，真是很有意思哈、哦！会唱山歌的农民画，不但把山歌给画活了，还把我们农民画给唱活了。 下载N视频APP，N种方式打开世界。